们反正都会去分享一些，其实分享的最多的是 Nice 给我们的一些评价，比方说他们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啊，比方说他们又给哪首歌 P 了好玩的一个动画上去啊，这些东西分享的还蛮多的。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歌曲的风格啊，一些创作其实在之前已经完成了。那我想要当搞笑担当。你们是 Justin 说好，那你就想想吧，有我在是吧？对对对。Justin, 什么叫想想 ？Justin 也想当，你也想当搞笑担当吗？让给你了。对，我让给你了。好，谢谢。我们班就是这么蛮好笑的，蛮好笑的。那子怡和有长进的。长进，还有谁？我吗？开心担当。你是搞笑担当吧？因为开心担当。你刚刚不是才是搞笑吗？我觉得你看起来现在是你更搞笑，是你吗？担当吗？健身，健身担当，健身担当，他专辑里面的健身担当，专辑里面就是身材还是很重要的嘛，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肌肉担当嘛，就有一个好的基础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说到担当，其实我们也没有刻意去说啊，你是什么担当，你是什么担当。而且其实说实在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说我们九个人是在团里面是不停的在转换角色和互补的一个状态。有吃火锅啊，吃我做的菜，但某个人错过 freestyle 我错过。也不用那样，比如说大家一起玩游戏，我会最坑谁啊，或者是吐槽谁。我们昨天在那个机场玩了一个好玩的游戏，说的 Justin 激动 MVP 就是那个，就是拿一个东西扔篮筐那种游戏嘛。然后我们就自己发明的游戏，发明一个小游戏。其实这个游戏说起来还是从我们比赛时期延伸过来的，就是因为只有水瓶啊可以玩，或者说只有那种瓶盖可以玩，所以我们就拿那种东西来比赛，打发一些时间这样。